那个，你看那个船都还没有去看船，然后就回来。然后你看租车，人家借那么多车，结果我们现在是第一台还的，你爸还很高兴，气死我！还是跑，还是跑。那车子明明就自己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爸爸也不看清楚，就说：“哦，我们一定是被人家撞了，我们要赶快回去。”真被他气死。妹妹，你的夜，你很夜吗？耶、yeah.。你在这边陪妈妈，等一下五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妈妈一直要吵吵。也不用买，然后他现在甩后。你看，它有一个绳子，它在拉我们这艘大船，让我们转弯呢。有小 baby？ 怎么可能？小 baby 哦，好，可是你要等长大才可以生。我跟你一样生小 baby。好。小猪不要打架。你可以跟阿妈一起玩了。好，我们翻翻看。拿起来，我帮你照相，给我鼻孔。换妹妹，换妹妹。你看这个是？不是 ，Golden Boy。一样，哎，不是就要放回去？等一下。不一样。爸爸抓走一只神奇宠物。为什么神奇宠物都？爸爸换我了。换你，对。放哪去？放。不对，不一样啊！铅笔。
为什么在伤心？因为他想抓皮卡丘。他都还没抓过皮卡丘。换你啊！换你啊！好，你会记得吗？来找皮卡丘。这样子。我要看一下，我有冰块耶！爸爸，我要看一下。我们第一次用冰块要倒冰块。好冰。大家都在喝冰的，哈哈哈！冰的。内心流这类流给大家了。要喝冰的，要喝冰的。妹妹喝冰的，爸，我要喝，谢谢。那好，很冰哦。很冰哦，你喝一口看有没有好喝。我想要等冰块多融化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子就没味道了，赶快喝。好了，他看一下就好，要抓好哦，抓好栏杆。爸爸陪你。怎么样？不高。看一下。看一下什么呢？看一下。不能抱着看，你就这样不能抱着，等一下掉下去。对呀、啊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公姐们好漂亮。等一下过来。真太美了。你有在亲我，你有没有亲爸爸？去亲爸爸，要这样才公平。有没有亲爸爸才公平？好的啦，亲爸爸，去亲爸爸，这样才公平。
是我的事，那都不是事。嗯，舒服啊。那到底谁叫电话？妈妈的电话。妹妹手打开。耶、yeah! yeah! ！